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怡农带领台北市议员初选过关的九位新人到宝林球场进行友谊赛。5月22号，民进党党职改选不选主委的吴怡农被问到下一步。谢谢你的关心哦，我接下来会全力辅选。是否进攻蒋万安这席立委缺？吴怡农阵营态度不变，没这个打算，因为民进党可没想把首都市长让给蒋万安。而台北市人口减少，年底北市议员选举席次从63席降为60。 席，今年国民党提名31席，民进党提名26席，民众党8席，加上其他政党和无党籍至少85人竞争，点开内湖南港现任议员页面，一排蓝旗，民进党艰困选区还有大安文山。在上一届只有选出30席的这个民进党籍的议员，所以我们这一次我想我们是提名5席。大安文山区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文教区哦，一直选风都非常的这个传统，而且优良。这回民进党要思考如何配票，毕竟 想要try，可没那么简单。华视新闻陈志豪陈志学台北报道。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